好啦，今集就係呢個第二集啦，我哋呢個唔同嘅三王解讀片。咁但係點解啲衫一樣嘅咧？咁樣我唔同咗。咁啊，聰明嘅聽眾你知道點解噶啦？其實就係我哋連戲，係啦，就攞翻上個禮拜嗰套衫出嚟再著。長記快攞啲筆記出嚟睇。咁我哋就已經因為城寨準備上市啦，咁咧就有呢個道具部同埋呢個衣帽間。上個市我定買副卡 OK 先啦。咁啊 ，Lens 就會 mark 低我哋上一集係著咩衫。冇錯啦。遲啲我哋會收 sponsor 嘅。係啦，不過未講正式。節目之前咧，咁我喺上市之前都做啲嘢，都做嘢啦。IPO 咧，咁都要嚇有啲嘢做一做嘅，就係咧嗱，唔講啦，自己睇睇啦嚇。咁呢啲誒，每六秒六毫啊，係啦，攞走佢先。咁特別係咧，呢個新節目咧，就係袋錢落大家袋嘅，係即係你捐助我哋啊，所得到嘅回報啊，遠遠大過你捐嘅錢啊，真係。咦？咁講。即係找翻俾我哋添喎，要找翻俾找翻俾佢哋。咁點找咧？咁啊，咁順帶一提啦。咁啊，細佬有個節目叫做《生意好啲》啊。咁啊，留意我哋網誒城寨嘅網頁啦。咁有我哋最新三月份，我哋將會千帆並舉。哇！啊，老蕭又老蕭啊，麥當雄加老蕭啊，千帆並舉啦。咁啊，打到呢個金國亮殘曬啊！有幾有塊舊屎好啲？有幾個有幾個新節目啦，咁啊，奪頂王家衞嘅角色啊，咪就係輪流轉啊嘛，王家衞啊嘛就係，所以咧又踢翻轉頭啦，咁所以歷史好重要嘅，頭先你講咁多次，咁啊上一集我哋又講關於歷史嗰個重要性啦，咁都講咗好多，我哋都點解啦？好啦，打真軍啊，終於埋牙啦，係啦，即係呢個前戲經過一集之後，一個鐘嘅前戲都好犀利嘅，真係交足貨啦，係啦，咁咧就天氣又講完啦。今集就講一個幾嚴肅嘅話題嘅，其實係嗱，記唔記得農曆新年咧？大家都會聽到咧，就或者睇嗰啲嗱，我喺加拿大咧睇嗰啲華文報紙咧，就會一定講咧，就係話大家中國人啊，都係呢個炎黃子孫啊咁樣咧，就過年嗰陣時就係有啲咩習俗啊咁樣。咁炎黃子孫呢四個字咧，就好似變成萬能 key 咁樣，大家就覺得習以為常，就從來冇人懷疑過。其實炎黃子孫是堅定流的。先問一個問題先，炎黃子孫這個 term 是何時開始流行呢？你與你所知，他就是說兩個人來的，其實炎黃炎帝和皇帝，是的，就是炎帝和皇帝，那就是呢據之後的記述，就是當時統一這個中國建立這個大中華交的這個開山祖師來的，始祖，是的，始祖。咁咧就真正能夠寫成為一個當做皇帝啊，係一個君主咁樣去寫，就係咧係嚟自司馬遷嘅《皇帝本紀》，就係《史記》漢朝嘅《史記》。咁但係流傳炎黃嘅故事咧，其實喺戰國時代已經流傳噶啦。嗱，記住喎，佢個古仔其實係早過戰國時代好多喎。喂，即係嗰陣時已經有崇拜呢個皇帝，係周之前噶嘛？係。夏啊嘛，商周商甚至系夏啊嘛，夏朝啊嘛，系啊。喂，嗰阵时夏朝系流嘅，其实冇正史记载嘅。哦，真正算唔算咧？有嘅就系商咯，甲骨文咯，系啦，周咯，周都有。近来有啲讲法就系我冇深究系咪真啊，就系好似系发现啲夏朝嘅遗物，吹水嘅其实都系。O K， 我有兴有时间再。但系就冇，譬如周就有嗰啲青铜啊、鼎啊嗰啲啦，有里边有文字记载噶嘛，其实。商就有甲骨文啦，嗰啲。咁但係夏咧，其實都曾經有爭議，究竟有冇夏朝嘅存在？咁所以啲夏帝咁咪堅定流啊？後屘寫口述歷史嚟，口述歷史嚟嘅。其實我成日覺得咁樣，任何嘅古代文明咧，都係啲部落戰爭嚟嘅，係啲部落戰爭嘅首領嚟嘅。咁我估皇帝咧，其實就係一個當時喺黃河流域嘅一個部落嘅首領。唔係佢甚至當時係究竟係即係農業社會咗未都未知嘅。其實部落咯，係由流狩獵嘅部落都唔出奇，即係唔會係好多人嘅咯。講緊個人數，佢甚至可以係匈奴人嘅祖先都唔出奇嘅。嗯，同埋係應該唔會好多人，唔一定係漢族噶。嗯哼，可以係外族嚟嘅，可以係少數民族嚟嘅。係，因為嗰陣時第一嗰個即係遊牧民族啦，係咪啊？同埋佢哋或者係狩獵社會，狩獵社會嘅，同埋嗰個。
通訊又唔係咁發達嘅話，咁你要認同一個人，你話翻所有人俾人知呢個係大佬，你都要啲時間㗎。即係我用我個角度諗啊，你即係都要啲技巧喎。點話俾你知？喂，呢個係大佬，呢個係大佬，呢個大佬。而家嗰啲 anthropologist 即係嗰啲人類學家嘅研究咧，即係唔講個中間啲細節啦。個結論就係咧，即係呢啲咁嘅實真嘅關係啊，最多係150個，就平均係150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差唔多啦。哇，咁冇留呢啲咩皇帝所謂。其實佢同傑奏都係好流嘅，即係旺角嗰個大佬。傑奏就係嗰啲 DC Comics 吹大咗嗰只嚟。喂，真係旺角一個大佬可能真旺角一晚700友啊，半島牌700友啊。所以今次嗰個題目好得意喎，講咗好多嘅喎，連初一好似話成千人。你個題目好得意喎，跟大佬扮 Blue Blood 啊。嗱，其實就係我一路都。上古史的過程裏面都有很多懷疑啦，對於呢個皇帝炎帝，但係佢就 serve 緊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功能。我哋今日所謂中國人其中一個令到大家覺得是大家自己人的原因係咩咧？係同一個血緣祖先就是皇帝嘛。你記唔記得鄭少秋都唱過啦？皇帝子孫，唔識唱啊？整兩句咧。皇帝子孫真啊，係咩啊？蜀山係啦。咁咧呢個皇帝子孫就令到大家好似除咗我哋嘅黃種人嘅 feature 之外咧，嗱咁你東北亞好多都係黃種人啦，係咪？係咯，韓國啊、日本啊、蒙古都係啦。咁但係咧，我哋特別唔同係咩？我哋同一個祖先啊嘛，我哋一個血緣關係喺度。即係咁樣講啦。係啊，我都即係好大懷疑啊。不過你繼續講。嗱，你問你是但捉喺街捉條友嚟問下，你問佢我哋係咪皇帝子孫，佢冇懷疑嘅喎。即係以前自古以來都係咁講，係啊，大佬。喂，咁中國人梗係皇帝子孫啦，係嘛？喂，大佬嗰條 key 嚟啊，又攞出嚟，又攞出嚟。嗱，咁但係嗱，你記住喎，喂，集馬會都係咁喎，大家都係攞皇帝子孫嚟講嘅喎，大家都係中國人喎。佢哋諗住唔講天氣啊嘛。係咯，唔係即係好似拉近咗好多距離咁啊！你明唔明啊？係。嗱，你諗下，即係我哋即係以李波嘅事件嘅。即係大陸嘅反應嚟講，我哋去到全世界都係中國人嚟嘅。係啊，首先是中國人。Even 你攞咗咩 ？Even 我揸住個加拿大 passport， 你揸美國 passport， 我哋都係中國人。一樣嘅啫，都係要照拉噶嘛。因為大家都係皇帝子孫。炎黃子孫就拉得啦。係啦，咁但係呢個炎黃子孫，除咗佢可以令到大家走埋一齊之外咧，即係一個所謂共同嘅祖先。嗱，好似喺山西嘅晉祠啊，係有呢個皇帝嘅祠，皇帝宗祠或者皇帝宗祠係啦，喺度嘅係。咁實際上咧，佢嘅發展嘅過程咧，其實就有個改變嘅。最早期咧，其實佢唔係作為一個中華民族共同嘅祖先而存在啦。因為中華民族呢樣嘢，我哋上一集講過，係好近代嘅嘢嚟，係孫中山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先至創造出嚟一個新嘅民族。其實比美國民族或者澳洲民族仲後生，仲後生嘅其實，我哋一個年輕嘅民族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唔係話。即係同個中國中華民族有關，佢最早期係咩咧？其實係區分我哋邊支旗啊，即係用黑社會跟邊個大佬係啦，用黑社會邊支旗，邊支旗咩堆去分就得噶啦。嗯，係嘛？即係你譬如14號咁樣，14號下邊又分咩字咩字咩字咁樣噶嘛。嗯，咁嗱，點解要分咩字咧？就係咧，如果你係皇帝嗰支旗咧。就是孔子攞嚟講咧，就係咩咧？你要區分你係華夏定係華夷，係啊，華夷之別，華夷之別啦。即係話，即係譬如呢個旺角呢個地頭係14號嘅咁樣，咁咧就係嗰個係外來嘅社團，新 Beyond 嘅咁樣。咁咧就係即係你係攞嚟區分你係新 Beyond 啦，定係14號嗰個分別？你唔公道啦，兩個社團一個講正音，好繼續。14號都唔係正音嚟，係咩？係好繼續。咁所以如果喺早期大家話認自己係皇帝一系嘅咧，係其實即係大家認一個阿公。嗱，你記住喎，認阿公啫喎，係大家各個字頭認一個阿公喎。嗯，其實唔係每一個中國人嘅共同祖先嚟嘅喎。我就係諗咯，冇可能啦，一個中國咁大咁即係個幅員咁廣。是不是不我也不知道你的存在。其實有數得計的，當你有1000人了，是啊，過了3000年了，比遠一點你由5000年開始數下來，有沒有會不會變成10多億人？這個就很有趣的，你看日本好，其他民族的創世神話，那個民族創造的神話就跟中國很不同的，它是真的神話來的。Oh yes， 你明白嗎？哇，頂你有條大蛇，跟著就晚上受精，跟著就生了 A 個小孩出來。
你明唔明啊？即係或者係好似呢個北韓咁樣，即係喺長白山定咩？喺個山裏邊，即係長白山，長白山。通常都係啲女人同啲動物一齊搞完之後，生咗嗰啲民族英雄出嚟嘅，唔知點解啲動物嘅咧，真係嗱羅馬人佢咪狼養大咯，係咯，狼養大兩兄弟咯。即係呢啲民族嘅創世神話咧，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嘅，但係唯獨是中國人咧，係將佢變成係歷史，係即係當佢真嘢啊！其實可能係神話，當咗係真嘢。係啦，將神話當係真嘢，我話先奇怪。我哋今日讀歷史，我哋當夏朝係真嘢嚟嘅喎，皇帝係真人嚟嘅喎。你去睇皇帝祠，佢有個樣喺度嘅喎，其實。工具嚟啫，但如果你话一条大白蛇生嘅，咁你唔会系顶你有个样喺度噶嘛？即刻会鄙视咗佢啊！冇咗个权威，因为你民族创世神话系神话嘛，神话就梗系好似 Lord of the Ring 咁样噶啦，饮你点都得，饮你点噏噶嘛，但系就有个神性喺度啊嘛，嗯，系嘛，即系譬如希腊神话咁样，佢就系神同人结婚可能生咗出嚟嘅人。就係咁咯，希臘裏邊嗰啲悲劇英雄。咁但係中國就唔係喎，中國係將個創世神話變成歷史一部分，然後咁多年都要逼我哋去學喎，當真咁，然後當做真咁講嘅喎，而我哋從來冇懷疑過嘅喎。其實你諗落，其實都幾恐怖喎呢樣嘢。呢樣嘢我又想提個疑問啦。係我哋香港係咁冇諗啊，定係其他民族都冇咁諗？嗱，我谂日本人都有呢个倾向嘅。其实中国呢条桥咧就系抄日本仔嘅。系日本就有一个叫做天照大神啊嘛，嗯、就万世一系啊嘛，就系、是、日本大和民族啊。其实讲紧都系一个即系、就是、大和朝廷，即、就、系、是、天照大神一路咁样引申繁衍落嚟噶嘛。咁、嗯、当然亦都但系好多人质疑咧，其实日本系曾经受呢个新罗伯制，即、就、系、是、以前朝鲜啊，系嗰、那个影响好大啦。包括譬如东北海道哈尔啊等等嘅影响好大。即係唔係講到個種族咁純潔嘅，嗯，但係民族崇西伯利亞嗰邊嗰啲有關，蒙古都有嘅，嗯，但係民族崇拜呢樣嘢都好近代嘅，嗯，嗱以前你諗下一個國家 ，nation states， 佢唔強調嗰個民族係多種族噶嘛，其實，譬如你睇大清帝國多種族噶嘛，滿洲下邊又有呢個蒙古又有回教又有西藏又有漢人又有雲南嗰啲土司啊白族啊少數民族啊嗰啲，佢唔會強調自己係一個統一嘅民族噶嘛。嗯，咁所以呢个统一民族呢样嘢咧，就系其实亚洲就抄西方先嘅。嗯，咁所以皇帝咧，原本咧就系咧系部落之间大家认嘅共主，但系慢慢一路发展落嚟咧，就系变成系咩咧？大家共同嘅祖先啦，即系中国人共同嘅祖先。嗯，而其中一样嘢咧，最主要嘅转折咧就系到宋朝。嗱，宋朝嗱，我唔知你哋有冇家谱。自己屋企有冇家谱？我哋好似有，不过屋企冇啊，即系乡下应该仲揾到。你有冇家谱？我去到阿爷一代已经冇咗，即系曾经存在过。通常我唔清楚，因为我烧咗好多啦。系啊，文革嗰阵时候我都，头先我威嗰阵时候都讲我阿爷，共产党嚟到，连嗰啲地契啊乜都掉晒啦。咦，我而家几廿亿？嗱，我哋可以咁讲，上两代咧系仍然有家谱嘅，系而佢哋嗰啲名啊改名咧就全部都系跟嗰个族谱家谱里边咧，冇错。嗰、那个譬如堂兄弟同一个字噶嘛，系同一个。譬如我个细字咧，细小个细咧，其实系个族谱排嘅。我个伯都系。系啊，就大家都系排细字辈嘅。咁、你翻乡下一见到细字，你就知道同辈嚟嘅。其实我而家我啲仔我啲女都系即系都系跟翻族谱，都跟我系咪跟族谱？但我都系用翻同一个即系、用呢个咁嘅名称嘅字去做呢样。但如果族谱就是一首诗嚟嘅，系啊，一路轮住落咯，系嘛？即系呢个叫做红花绿叶本一家咁样，哇！咁咪一路数咯，上一辈就红字辈，跟住红，跟住花字辈，咁一路数落嚟，喺度轮晒啲字，喺度轮落去咯。嗱，但呢个收族谱呢样嘢就系宋朝开始嘅。宋朝开始大家收族谱咧，就开始咩咧？将皇帝啊。子孫呢樣嘢寫入個家譜同族譜裏邊，嗯，即係 trace 到最尾揾唔到啦，最頂嗱整個皇帝落去。其實呢個都係創假嘅一個家族神話嚟嘅。你留意一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過韶關咧，有個地方叫南紅古道嘅朱基巷，就話我哋廣東人咧，全部由中原移民嘅都係經過朱基巷，嗯，南紅古道嗰度落嚟嘅。OK， 所以而家你有嗰度有百家姓廟喺度嘅，嗯。即係我哋嘅百家姓，咪即係其實講想講嗰個百家姓就係我哋南方人百家姓。南方百家姓，其實唔係唔計埋北方，北方有啲好奇怪在福姓嗰啲咯，係咯，係咯，咩咩嗰啲字我哋都令狐啊冇啦，我哋都有令狐沖。但係頭先你講嗰個，我想識個慕容咯，係嘛？係筆名唔係真嘅，真嘅慕容乜乜嗱呢種咁樣嘅家譜咧，
就正正就將炎黃子孫呢樣嘢咧，就變成係咩咧？真正大家，因為大家個族譜其實點樣寫，你知唔知啊？其實就個 template 嚟嘅。OK，OK，OK。個族譜係個 template 嚟嘅，你抄我，我抄你嘅。即係有啊，唔知邊個手多，咁似我嘅上半橛啊，嗰個就係個 template 嚟嘅啦。係，即係皇帝子孫繁衍不休，跟住乜乜幾世四世祖就由呢個南紅朱姬漢，一定係朱姬漢落嚟嘅喎，唔知點解去廣東。我又唔覺得冇可能啊！你梗係唔會啦，大佬。嗰度有個山區，唔係揾住去行山行下先。梅嶺古道啊，就係以前通向江西嗰邊咯，係係係嗰度咯，就係嚇。咁就相傳我哋祖先喺山喺江西啊嘛。江西係啦，咁所以就變成咧，就大家將皇帝就唔單止係純粹部落之間嘅一個認共認阿公嘅問題，而係變成係所有嗰啲嘅收族譜嗰啲人咧，都會追溯到自己嗰個嘅淵源啊，個血緣啊。就去到皇帝和炎帝那裡，所以跟住到孫中山的時候呢，就化成所有中國人，這個就更加騎呢添。滿洲人、蒙古人、西藏人，還有一些少數民族、如果你用孔子翻生，即是將周潤發彈出來的話呢，大佬孔子正正整個皇帝出來，就想你區分這些少數民族和我們漢族嘛。Oh yes， 我們才是皇帝的支旗是漢族嘛，華夷之別，是的，華夷之別嘛。但現在不是的，孫中山之後就將所有中國人五族共和都是皇帝子孫了。那你想想，突然間你跟一個蒙古人說你都是皇帝子孫，或者跟一個西藏人說你是皇帝子孫，喂，這個 definition 他們定的，如果他有一天拘捕了一個韓國人都是這樣說，他都可以這樣說，跟個韓國人說你都是皇帝子孫，自古以來，喂，自古以來，你都是自古以來，即是變成這件事是很，朝鮮都是皇帝子孫，我不出奇的，很流的這件事，梗係流啦，流得好緊要。你一問落去，你就知好流噶啦。其實，因為你諗下中國一個第一，如果你睇考古知啊，文化起源係多元化嘅，係有三星堆，有楚文化，有呢個紅山文化，有呢、這個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有河姆道等等，即係佢個文化起源。其實喺呢個地方裏邊有好多同時出現嘅文化嘅文明。所以我哋話由皇帝一路傳承落嚟呢一橛咧，其實已經係流啦。呢上邊呢一橛已經係流啦。根本上皇帝子孫的崇拜呢，是去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去到高峰，就是所謂祭皇帝祠的等等這些東西。是，那時候才有。有宗，簡直是當他一個，即是我們的宗祖宗啊。還有他 ancestor 啦，就是中國人，所有中國人的祖宗。嗯。就是當出現了中華民族這件事之後呢，就開始找一個祖宗出來。咁所以就變成係炎黃，即係炎黃子孫呢樣。咁你覺得阿孫中山嗰陣時咁做有咩嘅動機咧？我覺得嗱，佢頭先我都講啦，其實民族國家呢樣嘢咧係好近代，好近代十九世紀嘅嘢嚟。以前你睇譬如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大清帝國，全部都係多種族噶嘛，多民族噶嘛。咁但係去到歐洲開始出現咩咧？強調單一民族國家係。咁就限定個邊界，因為帝國冇邊界嘅，其實，即係唔會話得咁清楚。佢隨時會增加噶嘛。係啦，咁就最大最大到今日嚟講，近代史嗰個嘅矛盾係咩呢？就係帝國崩潰之後，民族國家之間其實係兩個唔同嘅 system。兩樣嘢 match 唔到嘅，其實。但你諗，你諗翻中國都係㗎。大清帝國其實我哋今日嘅版圖係乾隆打翻嚟嘅。係。但係乾隆係一個多民族嘅帝國。我哋而家共產黨嘅中國係漢族為主嘅一個民族國家。佢雖然話係中華民族，我諗西藏人唔會覺得自己係中華民族嘅。佢而家係不斷喺度西藏漢化，係啦。佢唯有就係漢化，就話不斷洗腦，就係話你哋都係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學國語係啦。咁但係實際上咧，你個矛盾就係咁嚟啊嘛。因為多民族國家咧，佢唔會咁強調個種族主義嘅。你諗下，嗱，滿洲人佢好自覺係滿洲。但佢唔會乾隆，你睇佢打扮啊，睇佢嗰啲作吟詩作對啊嗰啲咁嘅嘢，佢唔會突出成日都係一個少數民族嚟噶嘛。佢面向漢人嗰陣時啊，佢個樣都係漢人咁噶嘛，其實。咁所以咧，到你一變咗做現代民族國家，就有個矛盾啦。咁西藏點解跟你玩先？蒙古點解跟你玩先？好多人唔明嘅喎，以前滿蒙係一體噶嘛。係。很多大官大將軍是蒙古人嚟噶嘛？你睇嗰啲咩《紫光國功臣圖》裏邊，好多嗰啲蒙古將軍嚟嘅，係曾格林沁嗰啲咪蒙古人嚟嘅，係啊！你以前你諗下滿洲好多時候我哋都錯嘅，我哋仲係用一個民族觀念去理解滿洲。其實滿洲係一個政治體制嚟嘅，佢唔係一個民族嚟嘅。咦？呢個同佢係東北人，你參與努爾哈赤就可以成為滿洲。
呢、這個就八期，所以佢有咁多期，咪八期咯。呢、這個同唔同佢哋嗰個自信有關咧？民族自信，我覺得我哋其實中國歷史嘅觀念太過混亂啦。你諗下，我哋講五族共和，講滿族，其實滿族呢樣嘢都好成疑問啊。嗯，滿洲係大過滿族嘅，其實係你諗下，最初叫金啊嘛，佢係金，收尾變咗做女真。變金，金就再變滿洲衛。滿洲衛嗰陣時，佢已經係八旗，八旗已經有蒙古、有漢、有滿洲噶啦嘛。即係佢一個 system 嚟嘅，其實滿洲係。咁、嗯、所以到佢壯大咗，其實同路成吉思汗嗰條橋嚟啫嘛。蒙古都係噶，蒙古其實唔係一個民族咁簡單噶、嗯。蒙古其實係一個政治體制嚟嘅。而佢哋強大嘅時候，佢哋嘅經濟基礎都唔係農業噶嘛。唔係。係啦，唔係農業噶嘛，所以可能有。實際實用的原因嘅，即係要吸納啲部落聯盟咯，部落聯盟咯，即係等於啲小中小企大家埋堆一樣啫嘛。Yeah, 然後組成一個咁樣嘅 conglomerate， 即係一個咁嘅企業集團啫嘛。嗯，即係 M&A 啊，其實努爾哈赤都係 M&A 啫嘛。而蒙古係佢最早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嘅部族嚟嘅、嗯，所以統治中國嘅階層其實係滿蒙。嗱，好簡單，我就挑戰好多人嘅問題啦。去到呢度，究竟？滿清崩潰之後，蒙古獨立有乜嘢問題？係咪先？你終結咗滿清噶咯喎？咪你又打爛啲玻璃心噶啦咁樣？係啊，滿蒙係一體噶喎，即係話你唔承認呢個皇權啦，唔承認呢、這個係咯，唔承認呢個政喂嗰、那個執政係咯執政嗰、那個那個集團啦。係啦，你孫中山你唔承認個執政集團啦，或者袁世凱唔承認呢個滿清嘅執政集團啦，退位啦。嗯，好啦，佢將個版圖交俾你啦。跟住蒙古的皇宮就話：，我以前個滿洲皇帝，我就跟佢揾食啫。而家你我哋自己人，自己人嚟噶嘛？佢哋係，而家都唔係自己人咯。咁你黃河以南40几个省，唔係14个省獨立，咁點解蒙古唔可以獨立咧？咪咯，有冇諗過咧？冇人諗過嘅喎。咪你再問就又打爛啲玻璃。嗱，再問落去啦。咁川岛芳子系肃亲王个女嚟嘅，系佢点可能系汉奸咧？如果系咁，诶，冇错，唔系佢系满洲人嚟嘅。你个 term 已经有问题啦，汉奸系咩？汉奸佢要恢复满洲国有咩问题咧？咪咯，因为佢系肃亲王个女嚟噶嘛。你最多话佢咩啊？佢系佢嫁俾蒙古人嘅，佢老公系蒙古人嚟嘅，蒙古皇宫嚟嘅。嗯，佢从来冇出卖过任何人啦。佢出卖过边个咧？点解要将咩嘢汉奸枪毙咧？系咪呢个又几拗头嘅？呢、這个冇办法啦，佢真系唔好彩啦，娱乐性质嚟嘅啫，呢、這个可能系。所以我就话呢种咁嘅单一民族国家系同皇帝崇拜有关嘅、嗯，因为你要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所以你有共同嘅祖先。而呢个系宗教嚟嘅，而呢个系宗教，系、嗯、神话嚟嘅，唔系历史嚟嘅。嗱，当然你话神话我都信，冇所谓嘅其实。不过你唔好将佢当做历史去睇，嗯，系咪？宗教冇得 challenge 嘅，系。一系信一系唔信嘅，即系起初即系神马一样，一系入一系唔入嘅啫。喺我角度睇，佢根本就系一种工具，系想巩固自己嗰个地位啫嘛。讲到尾，嗱有啲国家就神权啦，譬如伊斯兰咁样，佢个管治嘅合法性嚟自个神权啦。嗱，我谂中国人我哋第一集都讲到嗰个历史意识好强嘅原因系咩咧？就系佢牵涉到佢嘅功能咧，就佢因为佢冇宗教嘛。嗯，孔子一开波儒家已经唔讲鬼神啊嘛。嗯。嗱，唔講鬼神有好處嘅就好實際，做生意就好好嘅，即係揾錢啊！呢啲意識好強嘅。但係咧，佢另外一樣嘢就是心靈空虛，嗯，同埋心靈脆弱，因為佢冇咗嗰個精神寄托啊。唔係啊，就 chosen one 啊。嗯，嗱，猶太人佢覺得佢係被選擇嘅，俾耶和華所選中嘅唯一嘅民族嚟噶嘛，所以佢亡國咁多年，佢唔驚啦。嗯，佢有朝一日耶和華都幫佢復國噶嘛，其實。嗯，因為佢讀 chosen one 啊嘛，寫咗二千年啊嘛，被時代揀中的孩子啊，嗯，係嘛？但係中國人唔係啊嘛，咁啊信乜嘢咧？我覺得唯有就係咩咧？信民族主義，我覺得就係信一個所謂集體嘅一個民族崇拜，而崇拜嘅就係中國歷史。唔係，同埋我覺得近年更加黐線添啦，嗰個民族主義崇拜，我覺得係有其哦嗰、那個就是、有其 functional 嘅地嘅原因嘅，即係功能上嘅原因嘅，一定有，因為。按照馬克思、列寧、恩格斯呢一批叫做國際主義者，工人無祖國，係馬克思係反對民族主義，係，嗯，因為喺資本主義市場裏邊，最終係只有階級，冇民族，冇民族噶嘛，係。如果我哋中國共產黨係師承呢個馬列，
點解我哋要攞民俗主義出嚟講啫？數典忘，佢哋冇冇唔認啫，仲係喂嗱，你諗下，毛澤東反而唔係好講民族主義嘅喎，佢講佢自己嘛，係啊，毛澤東崇拜佢啫，佢講阿非拉民族大團結嘅喎，佢唔係淨係講自己嘅民族主義，但係中國係咩咧？六四之後，一九八九年之後，就開始咧越嚟越強調嗰種嘅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啦。嗯，你留意一下，以前冇咁犀利嘅，以前起碼我八十年代初期冇咁犀利，最勁抽。第一波都是中國重返奧運，係、哎、我記得洛杉磯奧運會，朗平打女排嗰陣時啦。嗯，第一個金牌是個射擊啊嘛，係同埋對美國啊，中美爭呢個排球嘅金牌，係係呢個都有。嗰、那個就好，即、就、係、是、對香港人嚟講就係好好嘅民族主義宣傳啦。其實嗰時都仲係香港都仲真心交，真心嘅真心交。啊期待的可能有啊，因為佢冇咁乞人憎嘛嗰陣時。係嗰陣時候我即係嗰八十年代啦，應該八幾年啦。洛杉磯奧運，我自己睇嗰陣時候都仲覺得即係都會為中國喝彩啊，真會嘅，好開心㗎！上中史堂啊，就係、是、呢、這個啊。不過咧，就可能而家啲媒體越嚟越透明啦，我哋見到你衰嘢越嚟越多啦，見到你講嘅大話越嚟越多，亦都自己認知越嚟越多，你自己做嘅嘢越衰。我而家見到每一次咧比賽咧。你越輸越好啊！同埋以前的唔同啊，嗰個時代好啲嘅。中國共產黨嘅形象係 humble 啲嘅 ，humble 係冇錯。因為佢一窮二白走出嚟咧，佢亦都冇咁囂張。八十年代初係啦，冇咁囂張。係，但係咧，慢慢，我諗真正嘅改變其實係近呢十年嘅，差唔多係近呢十年。我諗去到胡溫後期已經係，其實京澳之後，就開始用民族主義維穩，就放棄咗喺政治改革嘛，即係點講？係咯。可能個功能民族主義就是俾興奮劑你食，但是就不是固本培元，冇錯，去改善你的體格，類固醇嚟嘅，係啦 ，steroid 一有事就幫你打噶啦，嗯，就係咁咯，一有事就幫你打，咁所以點解佢要樹立咁多敵人咧？咁多疆獨、藏獨、全國獨立黨呢啲咁嘅嘢咧？咪即係好似咩暴力救市一樣啦，其實嗰啲係 steroid 嚟嘅，其實都係類固嚇，即係你會覺得團結喺。共產黨下面嘛，你覺得哇原來咁多人想分裂我哋嘅偉大嘅祖國嘅喎、你咪會團結喺共產黨下面咯。Facility 取自己個團結啦，即係我嗰個咧，你個敵人真定假？其實敵人可以係製造出嚟嚇，好多都係而大部分嘅敵人都係製造出嚟嘅，其實。所以就我頭先所講咧，係功能嚟咯。即係我即係我到而家講到而家，我越聽越多嘅話，我都覺得係一種工具，令到你點樣可以團結。而鞏固佢嘅皇位，即係嘅權威啊！唔係佢，但係佢嗱，譬如好簡單，你係美國公民咁，我唔係強調美國民族，冇錯，因為我強調嘅係個價值觀啊嘛，係冇錯，係憲美國憲法嘅精神啊嘛 ，American Dream 啊，係啊 ，American Dream 啊嘛，同埋嗰種 citizenship 啊嘛，所以唔會人哋唔會講民族噶嘛，人哋係講公民嘅身份啊嘛，我從來未聽過美國而嗰個崇拜嘅係咩咧？係個憲法精神啊嘛。是一個最高價值同埋價值觀咯，係一個信念啦。但係民族係一種感情嚟噶嘛，所以我就話唔理性就係咁咯。佢嗰樣嘢一種感情嘅話，所以佢個心咁脆弱，就因為佢越係崇拜一種感情。基督徒都係咁噶，佢最頂唔順人哋批評佢宗教，一定同你拗。天主教又冇咁勁噶喎，天主教世俗好多，天主教世俗化好多噶喎。又講到有關呢個基督教幾咁嚇，你有冇玻璃心？咁我不如等下一節先。玻璃心。基督徒同共產黨有得比嘅真係，我下一節我哋繼續講呢、這個，你哋兩個唔係嘛？哦，唔係好耐咯，好耐啦。不下節，下一陣，下一節，下一節翻嚟再講。玻璃心，究竟乜嘢係潛意識？人有冇靈魂噶？社會上咁多奇形怪狀嘅狀況，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覺、夢境，係咪有得解釋嘅咧？啲人話已經係科學同埋靈性結合嘅時代，心理學家又點樣睇啊？我係安靜，逢星期日中午十二點到兩點，我喺城寨練心術入邊話俾你哋知。自知政治以外咧，仲有生活。其实阅读、旅游、建筑、文化呢啲都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每个礼拜六四点到六点，城寨嘅三不管，我邝明轩，我刘西良，同大家一齐发掘生活嘅乐趣。
頭先嗰節我哋講到啲玻璃心啦，講啊基督徒啊，咁唔好意思啊，即係喺度。唔係嗱，因為你信咗個民族崇拜咧，炎黃子孫呢套説法之後咧，其實同信宗教冇分別嘅，我哋覺得。你將佢絕對化咗嘛？係啦，嗰個真噶嘛。你只有一嗱，即係我聽過有一個教徒基督徒同我講，佢好簡單，佢收尾冇信啊，佢淨係話咧，佢最頂唔順係咩咧？基督徒係會劃線嘅，喺朋友之間係信係信與不信。他會畫一條很清楚界線的。保羅書信就一句嘛。是的，他就說真的頂不順了，如果是這樣的。那你想想，其實這個粉青又好，民族主義者都是一樣的。他會畫線的，他會。是的，總之你一說有個獨字的就不行了。嗯。是不是就沒得談的了，什麼都沒得談的了。那還有他們那種護教心態是一樣的，其實是。是。我最頂不順就是說，就是宗教就是說你不信你就要落地獄，就說大佬恐嚇我嚟噶，你其實同一樣，一樣話你如果你支持蔡英文，你咪落地獄一樣啫嘛，分別你就抬頭，你就係抬奸咯，係係啊，就係乜奸乜奸就係咁嚟啦，撞奸、回奸、即係香港你作藝人嘅攞支英國旗啊，攞支台灣旗啊。但佢又唔問下，如果我係一個西藏人，我點解要跟你一齊跟皇帝行出嚟行先？佢諗住講多廿年就變。喂，點解我信達賴喇嘛嘅啫喎？係咪先？如果我係穆斯林嘅話？所以我是新疆穆斯林的話，他們就要長命。你剛才說得對，講多20年講多30年，那個 generation 去了之後，跟著下一個越來越多受眾越來越認同那個什麼炎黃子孫這個這樣的劇本。那很簡單的，我覺得香港不用耐五年，近代史初中近代史教程推行五年一定洗曬腦。我想問你剛才說初中近代史涵蓋是最主要是近代，即是中一二三啦，他就说历史科，但是就重点在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但是哪个官讲啊？应该是好像中联办的官讲是政治教育来的。是政治教育，不是在基本法25周年研讨会那里讲的嘛，不就是说是政治教育来的。咦，那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洗读？听我的节目咯。要录的字。够不得了，真的。是这样。又要拿张纸出来。又要拿个牌出来，你想继续听多啲嘅话咧，就要系啦，冇办法噶，你一定要父母多啲同个细路讨论，我觉得啱，因为呢样嘢唔好回避啦，好奇怪，占领运动之后先至 unfriend， 证明香港人平时唔知讲乜嘅，真系除咗饮饮食食之外，吃喝玩乐咯。喂，点解唔讲政治，唔会讲历史嘅咧？系嘛，我哋做生意又好，识朋友喺外国，我识台湾嗰啲人，喂，一埋位讲台湾政治啦，香港政治啦。共產黨歷史啦，我就算我啲生意上嘅即係嗰啲夥伴咧，即係或者啲客啊其實高級啲嗰班咧，全部都會同我講政治同講歷史啊啲咁樣，反而真係講真的，真係最低層次 working level 嗰啲，最即係 working level 同你講，喂邊度龍蝦正啊，喂，但冇用嘅香港。如果是这样就都是一条溝不到女的毒虫来的，真的。你讲哪些先？不是他啊，不是 Lancer 讲的。不是你讲，你讲懂讲政治。懂讲政治懂讲历史那些都是毒 L 来的。那这个是限制于香港的。其实。你不去那些金钟看那些 白灯白玫瑰花就已经是毒 L 啦。死了，我都没去看。我都没有。大佬几千个 couple 情人节。我真的。是我听说很逼人。啊很逼人啊。是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本土派不即刻挂张大的梁振英相在这里，整个灵堂真的。不是 key 了相当是。key 不好，整张真的东西。key 了。挂他整张要试试试试试。不理想，我答你做不到啊。做不到。很难啊，相当难。第一你要上到去那里先。因为港女不喜欢讲这些话题。有个妆吊上去。有。即是你就算写博客也好，你很少见到女性是写这些题目的。近来多了，爱情多了，一直都是好少，政治都有，近来多了，但是写历史这些东西少的，我觉得历史很少，历史，但我的同学大部分是女仔来的，文科嘛，不是历史系的学生，我那时候是得不知一三分二是女生来的，这个 bias 是不知道怎样开始，一班十个男生二十个女生，是不是易考一点？不是，可能是那时候的收生制度是着数女仔的，站女生，站女生时代，是的，但问题就是如果平时坐埋一齐唔讲呢啲嘢，喂，真系人生都好咩嘅啫？其实系嗰阵时唔讲噶啦。啊？你意思系读历史嘅时候都唔讲历史？唔讲，梗系唔讲啦。港女点会讲啫？即系有功利啲，又翻转碌翻转头。你识多少少历史，你去带啲朋友好，带咩好？你读多两年历史先啦。唔系，就算带强国人都好啦，系咪？
你都有一個優越感喺度嘅，梗係啦，大到佢搬龍門。嗱，我用逼到佢搬龍門為止啊，俾壓力佢，我想俾啲壓力佢。我呢度同啲聽眾，督佢射波。啲父母嗱，我喺度利誘你哋啦。你啲細路點解要讀歷史呢？就是、因為好似頭先我所講，做生意又四通八達，係咪先？做呢、這個啊，做政客又可以政通人和，即係你出嚟喂打交。你諗下，鬱敏到而家仲可以喺度拍台鬧，咁佢真係噏到幾句咯？好簡單啫，你喺大陸做生意，蔡英文當選。你講到兩嘴，唔係《人民日報》嘅觀點，人哋即喂人哋另眼相看啊！真係，其實佢哋都想知嗱，最主要你唔好講當做係自己嘅立場，引述人係啦，即係話，即係好似性病醫性病咁啊！我朋友，或者打電話選港者就係陪人去啊，你硬係陪人去嗰個選島嘅，點解咧？係咪特登揀個醜嘅？等一等佢，等一等佢，佢哋特登嘅可能。唔係，其實係咪姿態嚟？即係扮到好似其實我唔係咁在意啊。我陪人去拆落嚟嗰啲係引述人，唔係我講噶，阿邊個講啫嘛？唔係都得噶，冇所謂嘅，冇所謂。唔係其實大陸人其中一樣嘢覺得香港人膚淺咧，就係因為對唔到嘴就係呢啲問題。嗯，但其實如果你熟黨史咧，都有一個好大嘅 advantage 嘅，共產黨史係，因為共產黨史係充滿北嘅，嗯，同埋咧充滿住搬龍門嘅，嗯，咁所以你只要知道一啲嘢係佢哋唔知嘅咧，咁你再北翻佢咧。他哋就會輕機嘅啦。咦，喺呢度咁，不如咁啊，又做個 YY 嘅角色啦。咁有咩好書介紹呢？其實即係如果講共產黨之，除咗我哋之外，嗱，我哋冇可能講共產黨史啦喺度。咁有冇啲咩好書介紹呢？嗱，共產黨史咧早期咧就離不開毛澤東呢個人嘅。係，嗯。咁所以咧，我早對其他節目都介紹過一個蘇聯嘅歷史專家離開咗俄羅斯之後去咗美國，就寫咗本書叫《毛澤東》，我根據蘇聯嘅檔案。史大林年代的檔案，你就會見到曬共產黨的本質。嗯、因為蘇聯人咧係擺曬卧底、擺曬鬼喺毛澤東身邊、然後咧屎都要買。毛澤東同邊個上床都寫低埋嘅。哇！咁佢有哇，包括佢喎，包括佢嗰啲嘅衞生習慣啊，唔沖涼啊，唔刷牙啦呢啲咁嘅嘢。即係原來係喺蘇聯檔案度證實咗。有曬嘅，有曬嘅，其實係你大佬史大林呢條咁嘅大奸狗，點會唔派人走去監視住呢個小奸狗啊？係嘛？係。就包括佢後面整治嗰啲劉少奇啊， yeah. 毛澤東就一路懷疑，其實劉少奇就係喺史太林面前多背脊，佢供料嗰個，就係俾料嗰個。所有喺文革前打倒嗰啲人，全部都係同史太林有關。咦，所以咪搞到啊，有啲就捉鬼啊，戒票捉鬼行動，國際派。所以而家啊，嗱，仲有啊，共產黨而家好得意噶，將嗰啲人咧全部抹走曬嗰啲 Photoshop 咁啦，咁啊 lens 咪就係嗰啲佢鬥臭咗嗰啲咯。嗯，其實有原因嘅，高光搖收石。一路開始，其實高光姚秀石先是共產黨奪權的最基本，因為他們就掌控了東三省嘛、嗯哦、其實是高光的、哦、真正掌握東北的東北局，沒有東北是不是你們當時怎麼分東北局嘛，沒有東北就沒有共產黨嘛、嗯、所以就一開波五十年代就走了，很快就瓜了，很快高光很快就低了、嗯、跟著就喐張文天、啊、那些全部都是被視為蘇聯的間諜，所以這本毛澤東呢、嗯、我推薦 Lens 也有買了一本，很厚的，是中譯嚟噶嘛？我叫阿 Lens 俾我書個書，但到時咧，我就會將呢啲嘅書嘅封面咧，就擺上去我哋個可能個 Google Drive 或者擺落個網頁，即係嗰個 Facebook 嗰度啦。咁我即係其實推薦下，其實睇多啲嘅，咁令到自己冇咁膚淺。同埋我哋知道多嘅話，我哋講皇帝嗰個 text 咧，我哋有啲蒐集咗資料嘅，其實都可以擺上去嘅。我都會 OK。咁第二本我覺得係咩咧？就係、是、呢、這個高華。南京大學歷史是一個很出名的教授，洪太陽怎樣升起，是的、哦、洪太陽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哦、洪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哦、那本書寫得很好的、嗯、咦，我買了，所以成為禁書，其實他是我想想我看一點，他是最全中國最多自由行買的禁書，已經出到第十五版，哇，那本磚那麼大的、哦、是的，第十五版已經出到，哇，你想想一本這樣的書怎麼可能出十五版呢？一版印一千都大，一版二千，二千添啊！仲要十五版，你諗下，哇！仲要係一個咁嚴肅嘅黨史嘅書，嗯，就係、是、叫做《前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洪太陽是怎樣升？即係其實我諗大陸人都好想知道究竟發生。所以我就話你識幾句黨史，話俾你聽啦，唔係淨係拋擲佢啊，佢覺得你係自己人，你明唔明啊？我話俾你聽啊，延安整風嗰陣時候，老毛點解要對付丁玲咧？丁玲唔溝佢嘛，嗱佢即刻話係喎，屌！咁都俾人睇穿嘅，張丹係咯，張丹嚟啦，先啦，嚇，嚟嚟嚟，跟啦跟啦，嗱，又要用呢個真係嘅，我話俾你知，人哋有陣時
幫襯你又好，或者同你做朋友交又好啦，其實都係認同你嘅知識啊，或者價值觀。唔係啊，黨史唔係叫你信啊，係啊，但係要知啊，黨史不能信啊，朋友坦白講。調翻轉嗰陣寫都未必睇過幾本咯、啊，係冇錯。有本我覺得易睇啲嘅，即係唔係專任口，就係唐德江寫嗰本。唐德江寫就比較似咩咧？講古佬喎，我覺得。啊，佢講古仔都幾叻嘅。講古佬係啊，即係毛澤東治國始末定，唔係我揾翻個書名。取翻我啦！我咪咗嘅呢本書，好容易睇完。唔係你而家今日所發生嘅所治管治嘅手法啊，好多政治手段咧。如果你讀過共產黨早期嘅歷史，你就會知嘅。如果唔係你唔明佢點解會咁做嘅有啲嘢，亦都唔知道佢面嗰套同底嗰套嘅分別有幾大。嗯，係嘛？因為共產黨本身所有佢哋嘅工具啊，政治工具，其實喺延安時代發展出嚟嘅，包括點樣逼阿李波寫嗰啲嘅。報平安書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實全部有根有據。嗯，即係你以為佢係一個新嘅管治手法，其實唔係。不過其實我一直唔係最近啲問題。冇變過咁多年。我好多年都好好奇，即係如果用一個組織嘅角度睇咧，共產黨一個係咁吸絕個國家或者個 community 嘅資源嘅一個咁嘅機構咧，哇！點解佢 sustainable 即係可以我要維持落去咧？我嘅觀察咩咧？共產黨。Very Chinese， 有佢呢個 DNA 問題，唔係 DNA 問題，唔係呢個真嘅。因為我自己讀近代史嗰陣時咧，就睇好多關於共產黨點樣組織喺30年代組織農民運動，同埋土改嘅歷史。咁我發現咧，其實共產黨土改能夠成功咧，係因為佢將 Chinese。中國農民社會嗰種嘅性格咧，發揮到最盡。你唔係講劣根性啊？唔係劣根性，嗯，唔係劣根性。嗱，譬如咩咧？共產黨嘅組織個系譜係咩咧？其實佢唔係一個現代化嘅政黨組織，亦都唔係布爾什維克，即係俄羅斯嗰啲，唔係布爾什維克蘇聯嗰種列寧式，唔純正嘅。佢係中國嘅秘密會社，即係黑社會。嗯，嗱，呢個唔係貶義啊，而係佢喺農村。你諗下，佢喺農村，佢要活動嘅方式。如果佢帶住一個蘇聯政黨嘅名義入到去農村，你諗下喺華北嘅農村，佢點可能生存？喺曬狂死咗，唔係咯？佢就唯有咩咧？佢 merge 入去嗰啲咩青幫啊、紅門啊、紅槍會啊嗰啲咁嘅秘密會社裏邊，哥魯會、小刀會啊，你諗下嗰啲由宋元明清以嚟喺中國嘅農民習以為常，喺佢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等於三角碼頭啲孤呢，佢點會覺得社團唔係佢生活的一部分呢？哇！咁似匯豐嗰個蘇近嘅地方智慧，其實提供好多服務噶嘛。嗰、那個呢啲秘密會社，第一保護，嗯，你俾人欺壓，你揾嗰啲秘密會社出嚟幫你殺人又得，對付嗰啲又得，幫你收數得，揼人啦，係啦。跟住咩咧？就係佢嗰個嘅成個組織系統裏邊咧，佢真係效法蘇聯只有一樣嘢，一個好嚴密嘅檔案。點解佢咁重視歷史係有原因嘅。反而他哋有嚴密的檔案啊 ！Yes， 有相當嚴密檔案喎。唔知睇下嗰本《延安整風運動》喺唔喺度？佢裏邊有提到。識嗰本，你小心唔好攞咗本《龍虎豹》出嚟。冇啦，呢度《龍虎豹》《龍虎門》又有，真係有，真係屌鐵盒裝嚟㗎呢個，裏邊仲有呢個精裝嘅《龍虎門》噶，仲要係嗰只呢只版本嚟㗎，最早嗰啲係啊。咁我都攞本啦，攞本金小文嘅。嗱，高華嘅新書就喺大陸成為禁書啦，已經係出唔到啦。佢新嗰本寫咩？最新出唔到啦。廣西師大出嘅，全部下曬架啦。咦？咁即係有貨啦？我班緊，班緊。咁咧就嗱，點解檔案系統咁重要？點解歷個人嘅歷史咁重要咧？係要嚟揸人痛腳。啱啦，佢整理嗰下咧，佢要你其實一個 S and M 嘅關係嚟噶嘛。即係佢要知識分子屈服於個黨喎、哦，你諗下，一係就你好似李波個老婆咁樣爆曬你大鑊出嚟，但佢唔得啊嘛，佢要你主動屈從啊嘛，係嘛？咁嗰種屈服嘅話咧，其實就係咩咧？抄你歷史上邊所犯過嘅政治錯誤。嗯，嗱，唔係道德污點咁簡單，道德污點都有。即係譬如如果你係中意幼齒嘅咁樣，佢就、有記錄嘅。好似吳克儉咁啊，中意睇女仔校服。日本女生校服咁样，所以佢今时今日就做佢一定要狂推简体字噶，可能中咗服噶，唔
知邊樣嘅，仲有我諗校服，我諗係校服，冇理由食放題啩？因為追校服，睇櫻花咁多有話題咯。係因為追櫻花，所以追教育局長啊，益佢嘅呢個係。我估就係裝佢，我估就係即係切個過嚟陰佢啊！即係嗰啲校服女生，你知喺日本就咁噶嘛？你即係有個場景俾埋你噶嘛？課室啊咁樣，我諗喺嗰度中咗伏啊！賴嘢，所以我諗佢遲啲就全面推行簡體字都有，都會嘅，我覺得打造一個香港成為呢、這個嚇。呢、這個簡體字之道，因為俾人抓咗嘛，咁所以呢啲嘅歷史咧，佢就係要建立一個檔案系統嗰度，即係話佢會記埋你，譬如你中學你上呢個政治課，你講過咩嘢？咁你諗下，到你二十年之後，佢突然間攞翻出嚟講，你諗下對你個衝擊，同你傾，即係黨係變成一個無所不知。其實佢無所不知的形象就是在個檔案。咁我想問一下，佢呢個咁嘅檔案 system 咧，同英國佬啊或者嗰啲有冇得比咧？嗱，英國佬嘅檔案係咩咧？就係叫做我哋叫 vetting 啊，即係你升官啊等等咧，佢都會咧做一個叫做品格審查。善良嘅，唔係品格審查係咩咧？第一刑事罪行係其中一樣嘢係咩咧？有冇一啲嘅陰暗面，包括以前啦、性取向啦，其實同性戀都係審查嘅一部分嚟。係有冇嫖妓啦，有冇欠債啦呢啲嘢？嗱，你留意一下，嗰、那個係關乎你道德。道德點解咧？佢唔係道德審判你，驚你信唔過，而係驚你因為呢啲咁嘅嘢俾人揸。係，但係中共嘅檔案係咩咧？係政治，政治污點。哦，嗱，譬如你幾時幾月幾日批評過毛澤東思想？大鑊。我諗英國佬係唔會 vetting 嗰陣時。走去研究一下你幾時幾月幾日批評過戴安娜王妃的衣著，批評過英女王，或者批評過英女王的口音，係咪咯？咁所以佢嗰個嚴密檔案就係咩咧？佢要知識分子其實延安整風就係咩咧？係第一次由一個黨嘅機器去令到知識分子放低佢嘅自尊、理性同埋尊嚴，而屈跟從個黨下。你諗下到今日都仲係咁。問題就係咧，不過即係呢個就唔係歷史，呢、這個就估緊未來。呢一種組織其實喺細嘅話，全蘇聯式嘅佢，好唔係即係就算係一種社團式，或者一種好原始叫做叫做一種原始政府啦。其實佢提供咗啲政府服務嚟嘅啫嘛，即係話即係大組織，你覺得唔得？係啦，但點解唔 disintegrate 咧？嗱 ，because they are very Chinese， 又入咗啦，萬能 Q， 真係噶！你諗下，你睇翻今日香港建制派。喂，大佬吳亮昇講嗰啲嘢夠 outrageous 啦啩，夠荒謬啦啩，唔係唔知好多個都係乜？佢都一個 banker 嚟啊，所謂好多人驚呢個。袁秋都係一個商人嚟啊，所謂啊話曬鍾樹根都係個博士嚟添啦，係乜？郭佩凡都係博士啊，都勉強係一個知識分子啩。但係點解冇人出嚟指責佢所講嘅嘢？只有不斷比佢更加升叻，比佢更賤，比佢更 outrageous。個原因就係大家都希望。發覺原來咁樣嘅表態係有助於自己獲取黨嘅信任，又有因轉咗，係用呢啲方式去做signal，賺到 mileage 嘅話，係我咪俾你去得更盡咯。我成日有個比喻㗎，大陸佬跌佬跌咗啲嘢落去個屎坑度，第一個見到嘅鍾樹根用手鬧，跟住阿李慧瓊指，咦，你用手鬧啊？我用口擔啦，跟住阿郭佩凡，哇，你班友仔啊，我跳埋落去添啊，咪咯。哇！跟住到最尾吳亮昇啊，成個屎坑運走，喂，擺個洗頭艇運走佢咁樣，即係我哋話齋，我對未來其實係冇咩，所以從歷史可以睇到，我係對未來冇咩期望。其實你期望我哋唔單止對過往嘅中國王朝嘅歷史認識太少啊，其實我哋對中國共產黨嘅認識其實實在更少啊，絕對係。我就係話，而家當務之急，其實唔單止你要知道嗰啲歷史上邊嘅嗰啲神話宗教嗰啲，即係老作嗰啲嘢，你唔好信。你唔係你信都好，你知道自己信緊乜？知道佢係個神話啦。你知道自己信緊乜？第二樣就係你唔熟悉黨史，你根本唔知道共產黨管治嘅手法係點樣嗰陣時。我哋作為被佢哋管治嘅人，其實事實上已經直接管治緊香港噶啦嘛。係係，咪咯？咁你諗下，我哋係即係你乜嘢路線勇武唔勇武都好啦。你個對手係乜你都唔知道，其實就最簡單。其實呢樣即係知己知彼，講到口都臭，其實係好 Q 重要嘅嘢。咪就最重要係咩咧？其實因為佢嗰啲手法冇乜點改變嘅，其實譬如佢點樣摧毀一個人嘅，即係譬如知識分子咁樣，點樣摧毀一個知識分子嘅佢嘅即係所謂理性啊、尊腰骨啊，成個中國嘅政治搞到咁惡劣咧，係
個根源就喺延安整風運動，將知識分子打成為黨嘅走狗，到今日都係。咁你諗下個民族嘅所謂民族脊梁啊，即係移民嗰啲。哦，呢個就一定會發光發熱啦。係咯，邊度仲有民族脊梁先？除咗揾食嗰啲走狗之外，係邊度有啫？因為你大佬你整風運動咁樣去批鬥嗰啲知識分子，跟住反右，即係四九年之後，係每一個人直情係要跪喺個黨前面懺悔，係咁樣侮辱你啊嘛。咁然後你先至會放低你嘅理性去跟隨黨嗰啲荒謬絕倫嘅路線去走嘛。唔係，而家香港咪發生緊咯？人求生嘅本能嚟啊嘛。現實上已經發生緊㗎啦。我諗起一個人啊，盧寵茂。Exactly， 李國章。李國章。喂，你啲本來一個 blue blood， 一個一個大盧寵茂就最明顯咯，係嘛？你即係根本喺國際，雖然唔好理佢嗰個咪抄啦。即係其實佢同阿吳克儉係兩個類兩種唔同嘅類型嚟嘅。吳克儉嗰啲就係中伏，呢個係猜測嚟，猜測。佢自己講㗎，佢話自己中咗。佢話佢去日本係因為佢中意睇嗰啲校服啊。有我都知，我佢喺日本人協會。頭先你講中伏係中咗。制服啫，咁都兜到。唉，真係因人哋律師信啊，真係雖然識人啫。咁我哋起到喎，如果律師信，你整喂，喂，咁要環球時報點名先得喎。未住，咁所以我覺得喂，其實好墮落嘅，即係好似上次阿盧寵茂咁樣，其實你仲揾幾多錢都好，又幾有江湖地位到，咁佢一次唔知去新年咁樣，跟住隔離個女人。多人抱怨，唔係其實嗰個恐怖嘅地方就係因為呢種 incentive， 即係誘因轉咗，嗯，於是乎咧就做契弟，越契弟就越係上高位。抄襲嗰鑊嘢，但係我唔知道大家點睇抄襲嗰鑊嘢。Lancet 咁多篇文，我唔止一篇添，好似幾篇出個問題，當一篇先啦。相比之下，你喺歐洲話個劉明偉乜乜癌症研究中心領導，卡洛連卡洛連嗰個要辭職啊，辭職啊嗰、那個。系啊，嗰、那個咁學院院長咁高 profile 嘅都要辭職啊！盧寵茂咁樣抄襲講到明都冇事，我覺得真係好奇啊 ！But they don't fucking care， 因為佢哋 because they are Chinese。佢唔係其實完咗噶啦，其實完咗噶啦，即係香港再冇國際大學噶啦，我覺得搞到咁。喂，佢就係要將整治知識分子，點解港大沒完沒了，搞咁耐都唔停咧？你覺得梁振英自己有乜本事咩？實際上就是要整治你香港的知識分子，什麼戴耀廷啊、鍾慶耀啊，還有要夾個頭出來的嘛，陳建文啊，佔中就是你班知識分子夾個頭出來的嘛，戴耀廷為什麼他要針對公民黨，亦都是知識分子嘛，就兜巴刮你啊，為什麼旺角騷亂要入公民黨數，有光環嘛，這班人你就要是不是無厘頭的，真是無厘頭入公民黨數，人民日報都是，是不是他就是要咬你，如果你不明白他怎樣整治知識分子呢，跟著那十年啊，你都不知道香港再會發生的事，盧寵茂告訴你一定會做港大校長，馬飛森玩完了，他合約馬飛森玩完我就都挺肯定的，那你下一個是誰，你想想如果他再要令到你香港人，即很簡單，他要你那些大學者什麼巴金啊那些人全部跪在這裡，為什麼你想想那個 demonstration effect， 你是一個有良心的讀書人，全中國都有的，我相信最後你看到巴金啊、老舍自殺這些場面的時候，你會怎樣，又或者現在你會選擇不出聲，就是好像大陸選擇不出聲，好像大陸維權律師那樣，最近拉了幾十個，是啊，許志永啊，但是中國你結果是選擇不出聲，若果不是共產黨惡不到那麼久，或者甚至講遠一點，喂大哥，我都說滿洲入關滿清只有二十幾萬人， Oh yes exactly， 順治殺殺殺金聖誕，跟著到這個康熙殺殺殺，所有我們偉大的皇帝啊，那些滿清的全部都是殺知識分子的，其實金融的祖先就是雍正，雍正所殺的、yeah. 科場案、啊、其實、yeah, 這個故事我聽過，是啊，出了個試題嘛，所以我經常都覺得為什麼我們、就是、這個民族呢不會有什麼偉大的科學家，或者有馬里巴巴咯個法術來的話，個法魔術師阿里巴巴呢個另外一個話題，我有機會再講講呢啲現象啦，賣廣告啦，生意好啲。咁但係即係成個民族係唔會有啲思想家，即係唔會有一啲即係形而上嘅嘢。其實唔係冇嘅，即係我覺得反而問嘅就係為什麼冇傳落嚟？譬如宋朝，即係唔好遠，唔好講得太遠啦。宋朝、沈括嗰啲。清唔得，明清。但係而家我哋係比以前更惡劣啊嘛。Yes. 我哋話齋。你個民族的脊梁都冇咗，冇咗啦，冇腰骨啦，其實都過咗，其實係過加拿大咯，係啊，唔係真係噶，散曬海外，一喺台灣，一喺香港，係。我哋阿邊個 ？Roger Chin 早兩年攞諾貝爾化學獎嗰、那個、嗯、Roger Chin 咪啊
中國火箭之父的屋企人嚟噶嘛，錢學森係屋企人嚟噶嘛，即係一侄嚟噶嘛，咪去到那邊先威咯。喂，同埋好簡單啦，你諗下，民國時代中國人才輩出，最多學術大師，其實喺民國嗰陣時。你諗下佢四九年之後，有邊一個人喺學術上嘅成就？唔好講科學家，科學家係特別對待嘅，因為呢個蘇聯傳統。人文科、社會科呢啲領域裏邊，語言學。全部大師有哪一個人寫過一本學術著作出來是有國際地位？一個都沒有。1949年之後，我可以這樣說一句，所有他們成名作都是1949年之前，包括錢穆、錢鍾書。錢鍾書還有什麼研究服飾史，你知不知道？我不是說錢鍾書多恐怖，你想想，其實是很騎呢。還有翻譯作翻譯大師楊憲益呢，還有季羨林呢，你想想季羨林的成就，我都說了，沒有這班共產黨去整治他們，何時輪到姚宗儀 發位呢？姚宗儀根本就是在國學裏面是這個叫做下游啊。我是外行人，但我懷疑姚宗儀是煲得太大，一直都是。原因就當然啦，你想想他們民國的年代那班學者，除了懂得研究中國歷史，他們懂得滿文、懂蒙古文、懂西夏文、懂吐火羅文、懂梵語，桂善林咪就係識呢啲八九國語言，因為中你研究中國歷史，第一你唔識佛教，其實中國歷史冇咗一半嘅啦。係嘛？你識佛教，你要識梵文，嗰啲你要識遊牧民族嘅歷史，你要識蒙古文，你要識滿文，因為好多檔案關於中國點樣管治，其實滿洲人係有好完整嘅滿洲檔案。我哋而家中國人睇嗰啲檔案係假嘅，因為係漢文嘅檔案嚟嘅。但係嗰啲檔案而家藏咗，而家喺度嘅，喺度嘅。但係據說，但係識滿文嘅人好少啦，已經。好少啫，但因為之前都被人滅咗。有日本仔，係啦。而日本仔就教咗啲美國嘅學者，就睇滿洲檔案。日本仔，我話俾你聽，真正睇到滿文檔案嘅，識滿文去睇嗰啲檔案。所以我就話你如果再即係諗翻落去，佢傳承唔到嘅原因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我都話啦，香港就係其實係一個借來嘅時間。嗰啲人走咗嚟之後就發咗圍，點解咧？因為上邊啲人撲曬街啊嘛。係咪？佢哋啲老師。他們同代人最厲害的那些人被人鬥到，其實不是只是錢學森那些，有很多跟錢學森同一 level 的科學家，因為政治上過不了關，一世人都沒得入去實驗室。你很多年前提過那個畜生北的那個物理學家，曾經是諾貝爾物理學獎，接近拿諾貝爾物理學獎，1949年之後在個醫院裡面做一個操作員。我真的即是阿叔咯，阿叔啊，真係㗎，所以我就話你如果冇曬呢啲歷史嘅認識，對共產黨嘅歷史嘅認識，就算你愛與唔愛都好，我成日都話拍拖一樣啫嘛，你唔係完全係非理性噶嘛，有啲嘢你都有個所謂嘅，即係有個譜啊，有個標準啊，結構嘅限制，係啊，有個標準啊嘛，咁你先至係會睇得清楚咯。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人有獨立思考，當你睇完啲歷史之後，你自己去判斷咯。你喜不喜歡也好，你認同也好，不認同也好。其實人，我記得以前有個我讀中學的時候，我有個老師教我，人是思考的蘆葦，是一個很出名的哲學家 Pascal 說。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蘆葦是很容易折斷的，其實好像很脆弱一樣。但當他會思考的時候，他就不是一根蘆葦來的。就是這個意思。你等於見到藍絲一樣而已，探長經常說的，問多兩件事就爆竊，跟住就 moonwalk 走人噶啦嘛。其實你逼佢思考啫嘛，其實係。你唔發，你知唔知我試過好多次喺網度？係啊，你一逼佢思考就咩噶啦？我好想引啲藍絲上嚟呢啲節目咧，同佢試下辯論啊啲咁咧，但係即係冇一次成功嘅。因為佢都知道自己係柒啊嘛，係。唔係可能好多時佢又係個，佢係只係 enjoy 嗰個 confrontation 嘅過程。或者圍爐取暖咯，都係圍爐取暖實有啊，人係群居動物。圍爐取暖都唔緊要，而係最大，我諗佢其實都認清自己。學你話齋啦，頭先佢唔想諗嘢。喂，就算你我都話你拍拖，你都要理性啲睇下，喂，溝唔溝得到先？係嘛？相處一輪之後，有陣時都會諗下，咦？點解成日鬧交嘅咧？咩原因咧？咁樣你又要溝啊？呢、這個李嘉欣，但係你係咪許俊亨？係咪先？其實許唔許俊亨就唔重要嘅，其實係有許俊亨啲。即係咪咯？你要理性啲，咪咯，何傲兒咁咯，係嘛？今集我哋嘻嘻哈哈，冇理性認識嘅話，人哋揀老嘢都唔揀你啦，係嘛？哇！呢個真係經典，為嘅流淚啊！嗱，呢啲雖然唔同歷史冇關啦，但大嘅引申落嚟，咁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唔係冇關嘅，
同埋歷史不斷重演呢句老土嘢一定要講嘅。佢我頭先話齋，中國共產黨用嘅套路，其實來來都係嗰個 loop 啊。其實冇變過，我覺得。嗯，好，咁冇乜大嘅。俾你講完之後，我都翻嚟。衫唔同咗。即係 speech 唔同咗，次次都係嗰個浪，唔係個浪。我睇嗰本就叫《紅太陽的陨落》，另一本嘅咁啊，講毛澤東嘅。咁呢本我就未睇啦，咁我都會。唔係，其實好多人以為呢本出咗好多年，好耐嘅啦，真係。但好多人以為1930几年嘅嘢，哇頂咁鬼悶，其實唔係。佢裏邊嗰啲嘢、嗰啲手法，你睇落去再諗翻而家發生嘅嘢咧。你就會知道咧，咦？點解咁鬼似係？我反而唔覺意睇一本史經遷寫，不過可能唔到用。嗱，始終嗰啲就比較，我諗學術性比較鬼佬啊，唔係都講古仔啫，佢都係。不過學陶傑話齋，睇完呢啲嘢咧，一定要去呢、這個嚇、啊、東京，唔係去呢個京都啊，參悔啊，參悔下，洗滌下心靈，因為太邪惡，唔係真係好邪惡，肯定係啦，全部都係其實咩咧？我話俾你聽，口黑學 manipulation 就係口黑學，嗯 ，manipulation。口黑學就是教你怎樣 manipulate， 而這些全部都是什麼呢？由法家一路傳下來的思想。法家除了嚴刑峻法之外，其實很多人忘記了 manipulation、嗯、連坐督背脊，就是這樣咯，督背脊王安這些就是連坐的咯、嗯、是嗎？就是一路由法家一路這樣傳下來的嘛。所以毛澤東說得很準的，中國這麼多年歷史一以貫之，揚如陰法，表面說儒家仁義道德，实际上后边阳如系啦，阴法后边就系咩咧？就系而家所讲嘅以法治港啦，系嘛？全部都系 manipulation 讲嘅啫嘛。唔系啊，主要系成日 twist 咗个。最近我好火滚嘅呢几日就系咧，口口声声话破坏法治。Come on， 人哋鬼佬啊，英国佬喺英国国会度笑啊，几乎爆咗咩？我石永泰咪講笑你啊，大佬！人哋英國國會度話嚇，佢哋講嘅法治係要市民守法，我哋呢度講係要政府守法。係啊，越大權力係越要守法啊嘛。而人哋英國佬行落嚟嗰套，即係人英國佬好彩話好啦，佢大憲章就要嚟綁住個皇帝噶嘛。其實香港人咧就好傻嘅，我哋曾經係喺大英帝國嘅文明嘅範疇裏邊嘅，所以成就咗我哋八九十年代嘅黃金時代。我哋冇諗過，其實因為我哋喺大英帝國。嗰、那個文明基礎上面，好啦，到而家中華帝國嚟啦，佢嗰套文明嘅基礎係完全另外一樣嘢嗰陣時，而我哋一無所知嘅，我哋仲係用緊一個好善良嘅去理解嗰啲嘢。係，呢個就係1989年之後支聯會嘅失敗嘅原因。佢以為中國中產階級起來會改變中國民主化，佢唔會知道中國中產階級係同共產黨最合作、最緊密。嘅利記得利益者係，而係維護呢個共產黨今日嘅專制政權嘅最主要基礎。唔係，因為其實嗰班中產階級咪又係黨員嚟㗎嘛？唔一定，係記得利益者啫嘛，純粹記得利益者，純粹記得利益。共產黨都好聰明，佢知道將個利益分配俾你，係你要嘅個人自由，我俾你，係啦，個人自由啊，係佢嘅個人自由，係啊，你中意去日本上櫻花俾你，係啊，你仔女讀書生多個都得。跟住仲要俾茅台做，俾你做代理添。系啦，不過你唔可以撐阿許志永。系啦，咁好啦，喂，今日我哋時間啦，過曬鐘啦，咁我哋火滾得滯啲。好啦，最後尾就講下呢本書，大家有機會可以，我哋可以飛，我會擺上去啦，就係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好，再見，拜拜，拜拜。